行，回去按这么整吧，然后回去再仔细看一下。你哪来了？咱俩上不来呀？什么秘密事儿啊？你俩先走吧。不说吗？工作我不是要上班的呢。你下来了。工作没看着啊？你下来。能不能下来？我给你仨数，一、二，哎，好。下班就打电话。你上那坐着去。不是，来，我问你啊，你学不好好上，家不好好待，你要干啥呀？哎呀，不现在不还有你养着我吗？我寻思先放松两天呢。我能养你一辈子啊？也是不可以的。要不然我给他找个学校，让他回上学呢？能不能？那也行。咋的？说我在学校我害老闯祸，说我回去还是闯祸，我闯祸老师那给他打话，打是不打？打你俩再开个车，嗷嗷过去了，是不是浪费油钱？不对呀、啊，这他妈有什么孩子？啊，这贴的，不是，你告诉我你要干啥呀？我呀，我想为社会挣大钱。就你这样的，你能挣啥钱呢？你啊，你卖我气挣小大钱吗？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只能代表你是个体户，你还挣钱，你上哪挣钱？个体户干啥呀？像我俩，那证明是不是有钱人？妈，咱这不是不是有钱人？真的，你要挣钱啊？咱家入去个保洁，去干保洁吧，咋的？这个是没我气势。还有账吗？我一个月给你一万，然后呢，你给这个多少钱不了，给那个多少钱不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不是你说你俩是高端人士，你就不来这是高端人士，那你那时候夸我仨多了，人寻思，哎呀，这是你家保洁呀、啊，哎呀妈呀，咋这么气质？能干啥不能？不干拉倒吧，一万块钱都不干，这玩意儿就打电话。啊，你行不行？行，行，能干吗？行，你好。明天给他办入职呗。行，你以后给我好好的啊，站着去，坐那儿像个人样。